台湾念书可以领到国外的学历，有这种事吗？这是台北一家这个私立的国际教育班呢推出的一种所谓国际教育班。他说，台湾呢，你念两年高中，然后高三呢到国外姐妹校去念一年，就可以领到外国的学历。那么最近呢，他们推出了说明会，收费不便宜，而学生要集中管理。在说明会上，校方人员口沫横飞说已经是第三届了，没问题。但是很多家长还是提出了许多质疑。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一定要赢在起跑点。新北市这所私立高中六月十六号的招生说明会开设号称限额限量的国际教育班，同样三年时间，高一高二国内读书，高三送你到国外的姐妹校，毕业典礼上领到的就是洋墨水的外国学历。高三你三十个学分修满没有问题，你是拿到我们学校发的毕业证书，跟安大略省教育厅发的毕业证书。招生人员算给你听，家长省钱，学生获利，一举办招生会，家长们抢着听。温哥华教育局的公立中学，一年的学费是12,000加币，再加上800的健保费用，12,800，再加上一些食衣住行，大概他们让他加起来大概100万左右，那跑不掉。加拿大算便宜的。国际教育班收费不便宜，生活管理更像是军事化，周休二日集中住宿，手机有管制，每天6点起床，7点到学校上课，下午5点半专车送回宿舍管理，晚餐之后继续上课，全美语教学，2300床上躺平。到今天早上第16号学生完成报名，所以在目前为止，我的手上也只剩下14个。不是你想读就让你来，还是要硬轨。消防人员利多分析，就读国际教育班是国外大学的直达车，实在好诱人。不过有家长越听越觉得怪怪的，这种国际班领外国毕业证书，教育部到底有没有核定，引发质疑。郑炫新北市综合报道。